biggest stars in the entire world.一身火红皮衣加黑短裙的性感打扮 ，Coco 在 Sony 纽约总部的酒会上受到50多位高级主管的热烈欢迎，正式宣布进军国际。而她也在全球总裁汤米·摩托拉，也就是玛丽亚·凯莉前夫及亚洲区总裁、台湾总经理等人的陪同下，签下了一纸合约，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今天来到纽约签约的心情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分钟，不是一分钟，最快乐的的 you know moment. Why? 因为呢，今天呢 ，you know 总公司帮我做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party， 然后呢就是有好几十个人，然后都是Sony最大头的，譬如说有 Tommy Mottola， 有 Bob Bolan， 有都是Sony最 top 的一些。You know, 老板在这里就是公主，我跟Sony签约，那他们都非常的重视我，所以感受到这个重视很快乐，非常的快乐，才能国语都退步了。除了总公司的礼遇外，美国 Billboard 杂志大篇幅的报道更让他有成为国际巨星的喜悦。那我前几天来到美国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 Billboard Magazine， 然后里面呢有写到我的一些报道，就是在亚洲的销售量从滴答滴超过 1 million copy 到这个好心情 sunny day 的一些很好的成绩，那好像世界上开始有很多的一些 fans 开始认识 Coco Lee， 所以呢，感觉好兴奋哦。这纸合约内容虽然不能透露，但它对 Coco 的意义非同小可。那在总公司签，是因为这是我跟总公司签，那变成我是一个 US artist， 所以希望在亚洲的歌迷，希望在台湾的歌迷可以依然支持 Coco。虽然登上了世界舞台，但在台湾窜红的 Coco 十分懂得饮水思源，很感激台湾 fans 给了他今日的成就。我非常的感谢我的歌迷一直对我的支持跟 their trust， 你们相信我 ，you guys believe in me， 我觉得很感谢你们。那我很快就会回来你们的身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跟我的成功，my success。希望大家永远都会记得我，支持我。娱乐新闻朱建宏整理报道。要再一次恭喜 Coco 了。钻石天后李玟正式进军国际，日前在美国纽约的新力总公司与新力总裁汤米摩托拉签下一纸歌手合约，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今天来到纽约签约的心情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生以来最快乐的you know moment。十月底的纽约秋高气爽，透过李玟在李妈妈和新力音乐台湾总经理李月琪所率领的一队工作人员陪伴之下，浩浩荡荡前往新力的纽约总部，在总裁汤米摩托拉的亲自迎接之下，一身红皮短大衣、黑色迷你裙、配长靴的 Coco 看起来神清气爽。总公司帮我做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party， 然后呢就是有好几十个人，然后都是Sony 最大头的，譬如说有 Tommy Mottola， 有 Bob Bolan， 有都是 Sony 最 top 的一些 you know 老板在这里，就是公主，我跟 Sony 签约，那他们都非常的重视我，所以感受到这个重视很快乐，非常的快乐，才能国语都退步了。而让 Coco 最感动的是，在正式签约之后，新力唱片立即在35楼的顶楼为 Coco 举办欢迎酒会。细心的他们特地在进门处雪白的大理石地板上签上黑大理石的星星，并刻上 Coco Lee 的名字，与其他的巨星如 Celine Dion、Mariah Carey、Michael Jackson 等并列在一起，以示欢迎他进入美国新力大家族，并期许他在国际歌坛大放异彩。然后你们看地上有这个 Coco Lee 的 star， 耶、yeah ！对 Coco 以精湛的歌艺以及舞蹈才华，使他正式跻身为超级巨星的行列，可谓中国人的荣耀。不过 Coco 并未忘记在台湾的歌迷。今天就是我的 first step， 第一步呢，踏入这个国际性的歌坛。那在总公司签，是因为这是我跟总公司签，那变成我是一个 US artist， 所以希望在亚洲的歌迷，希望在台湾的歌迷可以依然支持 Coco。 Coco 目前在一手捧红 Celine Dion 的550唱片安排之下，开始了选歌、试唱等前置作业，并展开美国东西岸的5场巡回演唱会。不过在这之前，他将专程返台与歌迷见面，并与来台宣传的狐狸友一起出席记者会，善尽地主之谊。
而众所瞩目的首张美智美瑰英文专辑则计划于12月展开录音工作，届时希望 Coco 能继续加油为中国人争光。吴冠廷整理报道。